好饿，好想吃月饼啊！你想吃月饼，我进去吃好不好？好，这边。哇靠！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月饼包装。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在做活动哦？太可爱了吧！好，现在我们中秋节有特别在做活动哦，活动名称叫做花好月圆庆中秋。那还有三个我们比较特别的组合，这样。好，这个东西是之前我们热销差不多快破千张的一个这个。轻巧的很像，对，很像双节棍的这个折叠烤肉板凳就对了。我觉得这个，因为这是中秋的这个组合嘛，我觉得非常的实用。还有一个，这个是，这是非常有质感的一个 USB 充电的一个点火器。哎呦，对，哎呦，烤肉的时候，比如说你点火种，还是你家里那个瓦斯炉需要点火的话，这个很有质感。是耳机啊，听音乐很小，很迷你，然后充电只需要放在上面就可以了。然后还有这个。是那个有已经有带自带线的随身充，它也是一个组合哦。它有配一个冰块，所以就是开红酒它是自动的，就是按上下它就滋。然后还有冰块是不会退冰的那种冰块。你买这个活动里面的东西，任选两件就有送香香喷雾。哎呦哎呦，有吗？哦，太多太多，太多太多。哎，很清爽，蛮香的，很清爽味道，就是你可以喷在衣柜，或是你吃完烤肉。或是家里房间，我们也不用怕吃太多肉会胖，因为我们的美妆馆也有在做活动哦。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里面有像有一些像是这个益生菌啊，还有排空大师，还有燃烧咖啡，就是一些帮助你身体做环保，让你身体减轻负担的一些。你看，中秋节刚过嘛，大家都在吃烤肉，这样子会让你身体其实轻松很多。买的话就是有送扩香瓶，也是香香的，它可以放在车子里面，迷你的扩香瓶也是可以让你的环境都香香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个花好月圆庆中秋的这个活动啊，在那区域里面，我们已经有设了这个组合，这样的话，这样算一件哦。譬如说，这个也是在这个选项之一，它自己算一件，这个算一件，这样也算两件，嗯，任选两件就有送这个哦。所以活动直到月底，要买要快哦，把握机会啊。